好了，这是新的 Sony Camera 的测试，这是我们的游泳池夜景哦，看看能不能照出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效果啊。那边好像还有俩人，刚才还有一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在游泳。这边是我们的镜，不过现在都空了，全没人了。然后今天的月亮还挺漂亮的。下面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 camera 放到这个小罩子里，能防水，装进去。我要做的事情是带着它游泳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好像一切正常，我估计这样听不见我说话的，但是hold得住。准备，我还不知道这单手怎么游呢，看看情况吧。这是最深的地方，有三米多深。Thank you.